英雄本色2018是由丁晟导演、王凯、马天宇等人主演的警匪电影，而负责这部电影的宣传方是光线传媒。5月2日，该电影的导演丁晟发布微博质问光线传媒，2700多万宣发费及1000万票拨款去向了何处。他表示希望光线方提供宣发费用明细，并说道花多少请给个明细，没花完的请退回来。丁晟公开此事是想让光线公开宣发费到底是如何花费的，借此给投资方交代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